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第二位结束，来第三位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下一位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下一位，嘉乐，你还 OK 吗？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人家要来了，你顶不住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结束。我再加三秒。可以、啊。三秒。三、二、一，好 ，OK。哇，他们没打算停呢，不是吧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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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几个？我想约你吃火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那所有男生都完成了跟嘉乐的壁咚挑战哦。刚刚玩游戏的时候什么感觉？三个阶段吧，紧张，酥酥麻麻的感觉，幸福，更加的心动了，心就一直跳得很快，停不下来。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复，就那一刹那间就感觉时间定止在那里，一下子腿就软了。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，知道吗？意犹未尽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你比其他五位男生追嘉乐的优势在哪里？八个字吧，持之以恒，细水长流，对他持之以恒的爱。我比他们几个就更加的温柔，更加的贴心，应该在男友力上吧。我不用跟他们比，因为他们不配。我眼睛比他们好看，嘉乐应该会选我的，我有信心。嘉乐怎么说？你们，你目前看下来，你觉得哪一个男生就还比较称你心呢？很难选，每一个都挺好的，我都可以。太难了这道题。你就形容一下是穿哪个衣服，什么发型来着的？我现在晕了，你给我点时间。你不会还是都想要吧？可以吗？他们对你的爱意真的浓得不要不要的。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先选两个出来不要的，那总能选吧。第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在做出选择之前呢，屏幕前还是单身的你，赶紧去下载我们这一款一键就可以搜索到附近人的暖聊 APP， 不用加好友，登录后暖聊自动帮你捕捉附近人，赶紧去试一试吧。嘉乐，你选好了吗？请把你选择好淘汰的两个人的序号打在你的屏幕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，请嘉乐过去跟他们说几句话吧。拜拜。嘉乐，我们还能做朋友？还有你，再见。剩下的四位的竞争的几率又减少了一点，下一轮呢玩的就是谁会更能给嘉乐安全感。同样我们也淘汰掉两个人，好吧，二号跟四号的小哥哥可以先回去了，那你们把这个麦给我一下吧。好，再见。下一轮的具体比赛呢是这样的，四位男生要比赛做俯卧撑，看看谁坚持的时间更久，然后当然最后的这个决定呢也还是由嘉乐来做出的，好不好？那四位男生准备就绪，俯卧撑大比拼开始啦。加油加油。哇，哎，我发现这个男生的特别标准哦，但这个很卖力，但看他好辛苦。那个怎么回事，那个划水的动起来。